我们来去我们的车了，失败的路人经历，我们就来到北美最大的二手车商 CarMax 来进行我们的车辆选择。前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好了一辆丰田的凯美瑞。CarMax 相对于其他车行要贵一点，但是它有30天免费退换和90天的保险赠送。OK， 我们现在在等待我们的车子，他已经给我把手续办好了，马上取车，等会儿来试驾一下。这就是我们的汽车了，是一个2018年的丰田凯美瑞。车子，整个车子上一个车主保养的特别好，干净的，没有任何的擦挂。我这辆车开了4年，但是感觉特别新啊，这个内饰，这个人保养的还挺好的，一共开了14000公里。我们先试一下车子，这辆车从外面运过来还没有试。试车的时候一定要跑一下高速，因为车子达到100多码的时候才能看出这个车子发动机没问题。试车完毕，准备交钱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马上提车了。目前我对这辆车还是非常满意的，外观还有它的行驶英里数都很不错，而且特别新，看着发动机没有任何异响，很丝滑的感觉。 OK， 我们已经成功的拿到我们的车，然后现在开上了高速，而且开车感觉特别棒，就感觉车很新，很喜欢。这次买车还是要买大厂的车 ，CarMax 的车，确实有保障。